主料玉米100米/s，辅料油，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电饼铛预热，撒上玉米粒，盖上盖子，双面加热，听到没有响声了。开饭，有很多没爆开，爆开的味道还是很香的。盛盘，烹饪技巧，电饼铛要预热后才能放入玉米粒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